没有香饵是诱不到他的。太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聪明所蒙。杀他个回马枪！杀！直击蜀军大军，我们中计了！快撤退！天意所致。你想不胜？可这世上哪有这样下钩的呀？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。放箭！ 这已经完全被御史秀士掉了，这样的剑，射不死蜀军的。不满意，你见死不救！大都督吴阳峰，我只想羽扇一挥，尔等定当灰飞烟灭。无论是斗兵、斗将、斗阵法，我都不惧。未来娱乐台三国。